张立鹏交到边路，好的，这是中国队的一次好机会，张继中吴磊机会来了，哎，还有他这一球，最后，哎呀，这一下吴磊真的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张玉宁有机会，张玉宁再看，这脚球给的不错，漂亮，吴磊进了，扣，漂亮，吴磊再打，哎呀！哎呀，两下不错，第一下第二下不错，第三下球太着急，太着急了，太着急想这个用这种方式超车，漂亮，吴磊球打，哎呀，哎呀，这是中国队的一次好机会啊，这球啊，这个球中国队是前场也是利用对方的一次防守上的好球，好的，盖里头对方守门员出来，中队，哎呀，多看了一眼，吴磊有点犹豫，想等韦世豪到位，结果他看这一下的时候呢，对方守门员出手了。但是整个进攻的过程呢，还是挺好的，后场传边，边上再往前传，三角球就到了对方禁区里边了。交给插上的任航，任航，任航有明显有点体力透支，看这球有机会，推球。好球，斜传再打到对方后防线的背后，吴磊利用自己的速度压在禁区里面，调整一步打近角，结果球打在门柱上，但同时呢，远端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好球，哎，卸的还可以，又是过顶的长传，结果呢，吴磊这个倒三角。好球，这次中路打穿，禁区内有机会，一时间没有打门，可惜被干扰到了。吴磊，刚刚杨旭的做球应该说做的已经很到位了，这个球传的非常到位。It starts with Smith. He stands that ball up and then looks to go and press it. And with him gone, there is a void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All Whites defense. And Wu Lee, this time, that tenacity, that decisiveness evades him.With Cheng Pu running through in the middle of the park and took the ball down the left-hand side away from him. That was a missed one for the Chinese. I tell you what it has done is it's... 他稍微有点够，所以力量不是很大。脚，三分钟之内来讲，这球一出来吧，这七号就想往，就应该往上走了。进球的是郜林。现在每一次身体对抗，我们都占据优势了。对，看这个球，吴磊漂亮，摆脱对方，吴磊。漂亮，吴磊，吴磊给啊！哎呀，吴磊，这个球太贪功了。门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漂亮，哎呀，这么样子还没漂亮，应该走。这是杨旭，找起来。有没有？哎呦，这球找射门！哎呀，难以置信！哎呦，我天哪！这就是无球一场比赛，赢了就能够，对，就这一个进球了。哎呀，哎呦，这吴磊你看，吴磊今天你再看吴磊这个球，这有点诡异。等一下，中国队友再回过来，把球传中，他低点蹭了一下再打，这球高了一些，配合还是不错的，打出来了。但是最后吴磊在门前的抢点还是没有能够踢正在球门范围内，传一脚身后球，并没有越位，随后在左边路形成了二打一，再传到中路，而吴磊抢点。球呢力量太大，来自于郜林的传球。Chances for either side. China on top at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As the ball breaks here for Wu Lei, he takes the shot this time out, and China. 好球，后场的直传，直接传到了防线身后。吴磊推射，哇，这脚球偏出远端立柱。第二次的进攻，林良铭在禁区之内错失了最佳的起脚时间，而这一次呢，吴磊在小角度情况之下，刚才受伤的阿迪松也要下，但是要先罚这个角球头球，哎呦，这下接力可惜了，勉强到，但这球确实也挺难的。现在呢，
是提前啊，用身体力量来压制对方。好的，这球，大家兄弟们，哎，正好是镜头切换的时候，横传给谭龙也是个好机会啊。结果呢？来了，八对一对一的能力。传中球，给后点有机会投球攻门，还有门前再补。中队这边还有机会，叙利亚队三名球员的加防就在防巴顿横传的这一下。我刚才吃了一次亏了，让巴顿调整过来之后传远端的点。好球，拿得不错，好球，这条球给的不错，不越位，不越位，吴磊中队进去了，吴磊打门，这条球被韩国队的队员碰了一下，出了底线。但是再调整没机会了，你看就这下没调整好，再打对回防的韩国队的十五号中后卫洪正浩，他用郝俊敏转一下，看到了吴磊，他开始自机会，直接打门，中国队两次攻入对方禁区形成胜，中国队的反击，吴磊，哎呀，刘洋，哎，刚才这一次啊，吴磊的斜线的这个。能给你打六十分钟，对，转身扣推，哎呀，看看这一次吴磊自己摆脱右边路空档给出来，不越位，信号停的有些大，能传出去吗？哎呀，对方这队长太厉害了，边路一对二，看他怎么办，往里带，好的，这球给的不错，进去了，转身一脚射门，两名中后卫同时补防，这空档擦得真好啊！而且球也停下。对，这是队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打身后，吴磊。这边库贝克已经及时的。后点郜林摆回来，这个机会，吴磊又一个横梁。横梁啊！这吴磊那射门，凌空也抽准了。看这个球，张玉宁，漂亮。张雨宁是看到了吴磊的线路啊，当然这个好球，看一下中队这边有机会打猛、啊、比赛打到27分钟，吴磊这球出现在了对方防线最much to do, but every time he's touched the ball it's been important, stands up big, takes that ball away, it's actually a lovely little move from Ushi there, delicate ball over the top, good strike from Ulay. 好了，球太漂亮，哎呦，这球没进啊，这球漂亮，这球就快速突进，进攻是无锡吗？感觉像，正好给到了两名后卫之间成功率。紧接着30秒就被对方就差点进球。于海在边路一对一，这个球给的不错，漂亮！哎呀，中国队中路，他们上是最有威胁的。对，刚才中国队的这次边路的传中，张鹏的传中有一个球来了，门前的机会，哎呀，哎呦，小好的，小好。好球，中队肋部突破，再给他禁区里面，应该是越位，越位一下子把这个无锡的前场的空档给带上。对球员都好，在这场比赛之前我设想的场景是秋风扫落叶，是啊，你好歹你得打出点职业队这种风范来，一板一眼这个，你很多打法让业余队想不到，你才能进球。你这是拉开架势，你告诉我，迅速在无球状态下的布防。
比较直塞，看看吴磊围球给吴磊给的不错、啊，吴磊大门了，这球贴着地面被对方的门将亨内西直接的没收了，吴磊是比较可惜啊。Which doesn't come off. And now, again, perhaps a chance for China to break. Here's a good opportunity, and another good save by Sale. Still there for China, but getting back and hacking it away, Tim Payne. Finding Cheng Pu, who then rolls the ball into Wu Lei. And he gets it on the volleys, it just sits up, and Oli Sale does wonderfully well. Wang Qiuming, 快速往前顶。哎，又把球给抢下来了，好球。吴磊，看吴磊的单刀。到禁区里面，漂亮！中国队在最后时刻伤停补时当中，吴磊中场的快速前插断球，形成单刀赴会的反击。嗯，一脚有力的低射为中国队呢。